女朋友的早餐男朋友应该负责吧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彩虹米汉堡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先拿出我的猛男色九阳早餐机，放入拌好的米饭压个三分钟，在米饼上依次放上午餐肉、生菜、番茄、荷包蛋、玉米粒还有肉松，叠好了之后记得用保鲜膜包一下，这样子就不会散了。这么厚一块你一口咬得下吗？我反正是没问题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